小白，摆脱防守往外交，由日本的福岛出手啊，这边射出弓箭了。因为一个月半才回到球场上嘛，那就是就在适应球场。那今天的命中率就是明显下降很多，因为太久没有回到球场上了，所以可能在体能上面可能下降的比较快一点。接对我们的进攻，在小白的手上，最后杀到篮底下，上篮得分，白耀成，小白，摆脱防守往外交，由日本的三色出手啊，这边射出弓箭了，一个月半才回到球场上嘛，那就是就在适应球场。那今天的命中率就是明显下降很多，因为太久没有回到球场上了，所以可能在体能上面可能下降的比较快一点。那我想这不是太大的问题了，那就是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。对，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就是以团队为主啊。还想再讲一个点，就是我觉得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有点松懈。第一场球季后赛，我觉得这个松懈有点不太应该，因为才刚开始就不能那么容易松懈。那我们觉得还要把持住每一场球。这边一个错位的机会，林振往外交，再回给张振雅。哇，今天开赛雅哥。第一节拿了八分喽，这一节开打前是17分差，哇，又是右尾，又是陈右尾啊，哇！今天是这一些本土球员可以力求表现的机会哦。林振直接进来，被丹尼尔挡下来，后面张振雅补进这两分。这边一个错位的机会，林振往外交，再回给张振雅。哇，今天开赛雅哥第一节拿了八分喽。哇，领航员毫不客气啊，才打了半节就拿了21分啊。现在已经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了。右尾往外交，碰碰，三分的出手啊！现在回到6分差了，50-56。张振雅大号的三分出手，右尾往前推，哇！这一球是个连续动作，是进算加罚。那现在呢，在陈右尾这个上篮之后，把比数给逆转超前喽。这一节开打前是17分差，哇，又是右尾，又是陈右尾啊，哇！